现在继续开会处理临时提案，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一分钟。我们先请江委员启程发言。江委员启程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柯志恩委员。本院委员柯志恩等十三人，鉴于教育部所规定的补助国中小设耐震补强的作业要点规定，土地产权不清楚，取得建造执照有困难，还有校舍报废有困难，或者学生人数在三十人以下，且五年之内有可能裁并校者，不予补助整建的经费。问题是，目前有许多偏乡的校舍都是建筑老旧，却因为没有办法取得建筑的执照、使用执照，所以不能够申请修缮补助。这不是很奇怪吗？对于仍在使用这些校舍的师生，不仅不公平，而且更有安全上面的疑虑。早期建筑法规并没有要求建造及使用执照，而且建造及使用执照的申请非常的繁复。部分偏乡校舍如果按照现在的法令，根本不得取得所谓的建造及使用执照。我们的官员可曾想过如何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因此，建请教育部与内政部召开专案会议，针对没有办法取得建筑使用执照者，然而确定有修缮需求的校舍建筑，研议如何给予补助，并且进行修缮，提出妥善的解决的。本院委员柯志恩等十三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王玉明委员，王玉明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李立芬委员。本院委员李立芬、吕孙宁、吴思瑶等十九人，鉴于保护儿童及少年免于遭致性剥削乃普世价值，又依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三十四条及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认责议定书，透过利益交换而侵犯儿少与其权利，即是对儿少之性剥削。因此，立法院于104年1月23日三读，将《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名称修正为《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并配合《儿少保护之精神》修正全文共55条，为自总统于104年2月4日公布后，一直持未施行。虽配套修法应有准备期，如配套相关法规修订、宣导法条或举办教育训练课程等措施。然距离该法修正公布后已逾一年以上，不但影响第一线执法人员执法之障碍，而且无法全面保障儿童及。本院委员李立芬等十九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李坤哲委员，李坤哲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蒋乃馨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蒋乃馨、陈学胜、严宽恒等21人，有鉴于我国人口快速老化，老人与失能民众日间的照顾需求殷切，根据卫福部预估，106年台湾失能人数会达到57.5万人，但到105年5月底，只有12.4万人得到照顾。有将近45万的人失能人口未获得照顾，为让老人与失能者在白天可就近于日照中心得到适妥的照顾，减轻家庭负担，本席等要求行政院加速日照中心的规划和设置，全面清查公有房闲置房舍，优先设置日照中心，增加社工与长照人力的培训，完善失能民众的照顾，是否有当敬请公决。
本院委员蒋乃馨等二十一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本院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由高鹿仪用委员代表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本院时代力量党团临时提案，鉴于莫兰蒂台风引发土石流，大量土石冲进台东县延平乡红叶部落、大武乡爱国埔部落，不仅造成人民财产损害，更威胁当地居民之生命安全。然查红叶部落并非位在官方公布的土石流潜势警戒区域，却仍遭土石流威胁，显见目前土石流等灾害风险有检讨之必要。原此基于气候变迁风险改变，建请行政院召集水保与上下游等相关权责单位，就台东县所有部落全面检讨土石流风险地区，并将评估结果告知相关部落，以为其居住或重建家园之参考，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黄伟哲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十八人临时提案，鉴于轮胎脱落为行驶国道大型车辆肇事主因之一，脱落或因螺丝未充分锁紧，以至于行驶期间松脱，亦或因过度锁紧长期超载下造成金属疲劳断裂。对此，现行汽车定期检验项目内容，除汽车基本外观功能、轮胎胎压胎纹之外，应有必要纳入螺丝部分之检验，减少行驶国道大型车辆肇事机会，以保障用路国人生命、身体或财产之安全。建请交通部公路总局修正相关法令规定，将此一项目纳入，是否有当，请公决。本院委员黄伟哲等十八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王玉明委员。谢谢主席。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六人，有鉴于农委会长期以鼓励补助之方式进行宠物登记，惟据农委会调查资料统计，目前全国宠物登记率仅约五成，且该资料之正确性亦受质疑，其中充满已死亡、走失、转送等旧资料。动物收容所异常发生扫描到晶片，却联系不到饲主之情形，成效显然不彰，原建请农委会研议宠物普查之可行性，会同行政院主计总处并入家户人口普查作业中一并实施，详实宠物登记资料，强化饲主责任，以落实宠物之源头管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六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报告院会，临时提案均已处理完毕，下午20:30继续进行施政报告之质询，现在休息。